完了，我操，这拉夫有点实力。奈我能选两级 Q， 狠狠的奈住。等级越高，他越不好打。他也选两级 Q 的拉夫，妈没选那个盾的，拉夫选的两级 Q。老树盘根可以，把它盘住。再补你的那个，这不急着推线嘛？急着推线就不要在意补刀了。然后等下回城回不去就尬住了。压力这么大，大的一。哇哇操！这屌英雄是有点狠的。拿一下兵线，把兵线扛外面。又来盘了，盘他！盘住了，盘住了，盘住了！我勒个去！谢谢丹丹哥这么星海探险，我操，丹丹哥来了！丹丹哥前面垫了四五千没出货，我说实话，现在随时会出。妈，挡着吧，他妈我搞小号去冲。哎，现实是绝望的深渊吧？阿福现在不敢嚣张了吧？应该。谢谢丹丹哥送的一个九天云初。但那个九天云初是有二十的红包。我去，错了。我也知道，我妈的，我每次我说搞小号去冲，他马上又出货。我把 F 哥妈的偷鸡王啊！你在直播间待这么久，被你逮到了。去你的！我刚才想去冲的，我看开小号冲的。
哎，福哥，这个星海远征是600啊，600。哎，福哥找我领600，你妈哟！可以可以，哎，福哥有实力有实力。现在这个星海出了，星海出了，短时间是不会再出星海了。短时间冲的话，就只能冲那个天神，那个3000。不骗兄弟们，这个就是这么个概率，他就是有个电池这个说法嘛，电高了一定会出一个最少。但那个天神那个我就不知道要电多少才能电够，那那个东西太那个了。OK OK。还不走啊！一个平 A， 哎，哎，F 哥，这个星海是多少钱出的？F 哥。多少钱出的？300出的是吧？那你这还血赚600呀，血赚300呀。影魔刀，那我也是不怕你的。我会怕你、啊。去上个钩吧，昨天都能算、啊，昨天是没出呀，肯定昨天的算昨天，今天算今天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一空了、啊，我操！你装备这么好，他那要阴我的。想播什么逼操作？哎，康复训练，兄弟们，康复训练，这几天没打游戏，主要是。下路一塔就没了，哦，这个星海是打满了才出来的。啊，溢出了呀，叶福哥！溢出了也没事吧？溢出了也挺好。他在这里。
逮不到算了。哎，还没吃到。天空将降下血雨。避一波吧，我先避一波吧。搞个武器吧，哎，我应该往后面进来的，操，傻逼了。这么想跑完就让我杀了吧，又没关系的。我操，给对面杀了个遍了。索哥多抓两波武器，听着武器的叫声要出来了，听着武器的叫声要出来了，明白，这就去。听好了，他叫了个锤子，他叫，你听错了吧？兄弟们，后置口跟我早跟我说呀，又是只有武器会叫。我操！谁把我野怪刷干净了？消耗你的那个消耗消耗。